这样你就是小屁孩了耶。火箭的历史。答对了。好，再来。好，火箭的历史。答对了耶、give me five。哇，自己会自己念。那你还会自己念哪一个？我是小屁孩。我是小屁孩。我答对了，那再看下一页吧。好。就是这个是炸弹。那个是炸弹啊，炸弹跟火箭有什么不同？你看。你看。这个怎么没有跟这个一样啊？这些都是科学家，刚研究火箭，研究飞弹。我想成为太空人。怎么好像字的字数不一样？很难接，刚才那个我在念字。火箭的历史。这个我答对了。火箭的历史。Hello， 我是小屁孩。乱念。不是这样。小屁孩的我。小屁孩我不易。医生屁股上面有火，然后就发射屁股。什么医生屁股上面有火？为什么医生的屁股上面有火？这个说什么？火箭与鸡蛋，不是鸡蛋。